一定是勢均力敵、甚至 We are the stronger team、我們會我現在一起集氣、想不想集氣這件事呢？我是、香港民心、Mark Sir 就很相信集氣、我們現在一起集氣啦，你知道我是他的 big fan， 我都跟他說我們一起集氣，為香港隊集氣、我們要就、不是那隻，不是 defeat 這個日本隊，不是打敗他們，直接 crush them、thrash them， 好像拿藤條揮揮揮揮那是咪岂有此理啊！排咁多廢水落去嗰個海嗰度啊！啊 ，by the way， 好奇怪喎、啊，點解咁鬼多國慶咁多我哋嘅同胞湧去日本咧、啊？即係轉頭有嘢忘記咗呢、這個。Anyway， back to 今晚。